那麻烦你在我们现在就往那个山寨版小火车那边做出发哈，谢谢。来，各位往这边走哦。那你们如果拉一下的话，他那个会。对。那这个，哎呀，哦，来，那我们就出发了哈。来，今天老火车渐渐要起行哈，啊，今天你来载咱这南开大学哦，社区哦，这小福林族哦，哎，一载就数十名。啊，伊人哦，咱给他引言全线哦，哎，本来到咱家了后吼，哎，恁大家拢会出名。然后少年若无一份工作，家己就无有运动吼。来，那这边呢就进入我们的简年交子艺术村哦，只能搭到我们那个百年复兴铁桥。啊，那讲到这句话，咱会当讲到一个什么事情？农业社会专科我啦，两三百地名我拖啦，再来吃草困土是阮的命，做农民国不共的大。那今天你们如果回到家里的话，你们可以打开电脑，然后点上点菜园的官网哈，那我们就可以全部的都可以云云呈现在各位。这是全国最大的绿化盆栽树哈，它春天的时候会开花，夏天的时候它整棵都是绿叶，就是我们刚才经过的。来，那个在延吉，那个树干也让我做引子啊。无，伊的籽哦，无咧用毒的。啊嘛，袂使用。伊的主要，伊就是用在夏天当个农村，就是夏天一线。而且呢，你们现在看的这个苦灵树吼，伊春天的时阵伊是开花，到夏天的时阵伊就规丛拢青叶，到秋天的时阵伊就结果哦。冬天的时候呢，它就整棵都枯死了。所以人讲苦灵真死贵，就是安尼。而且它这个都是纯手工下去切的。那由我们一些文件还有一些文史工作者，我们就把它挖掘出来之后，完整无缺的，我们把它放进里面。可是呢，这些有一些都是一些残骸，我们就把它呈现在这边，为了就是要让各位了解说，其实本港较早是一个很欢迎的所在。青花瓷彩瓷的话，可能就是高官人家或是富贵人家。没有，来我们。走那过去的话，等一下我们会到达哈，一幅壁画，它是全世界以前放羊的孩子，然后让他见到假说已经怎样，然后我们看见花期了。所以叫叫做出事就无靠出声，好业算是爱人命，安分守己来打拼，较赢官司就赢钱。这个是俗语人咧讲，人讲三分天注定，七分偌济，靠打拼。是发型的，较早是安发型着爱国奖状，因为咱台湾经济萧条，所以呢，伊人讲借着爱国奖状会当来啊咱经济复苏。即卖大家就无同哦，即卖大家做好啊，因为咱即卖少年人拢双薪家庭。啊，所以一寡大家吼会当体谅着新妇，要过有诶新妇就无啊。啊，打手打加顾穿一个棉床脚尔，还阁未知足。但系讲甲大家讲，叫透早着毋通面臭臭，厝前厝后着骨力臭，爱照时间动鼎灶，新妇讲较袂堪脚。哈哈哈哈哈。三多长海雕龙山，花香就是人爱请人去做粗工啊。啊，唔嘛来遮看到虾米小事通对人讲。我甲看看虾米。这种人讲樱桃比较苦，这个樱桃比较甜。